全民健康保健，邀请各大医院专科权威医生分享全方位的医疗保健知识，轻松了解各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。食道癌，30岁就食道癌，没有抽烟，没有喝酒，没有嚼槟榔，就是长期胃酸逆流，胃酸刺激食道，食道产生病变。有一种叫做，俗称啦哈，那闽南语讲就白丢。白斑大致上，假如说有时候没有处理的话，它不太会自己好。比较有名的人物就是 Michael Jackson。请锁定每周三晚上8:30，《全民健康保健》，与您共创健康美好生活。